艺人秘密藏不住，现场变爆料大会。艺人寿星不付钱还 A 走名酒，这么早十几年，然后一直到六七千块，寿星就说他要先走了，他就直接把他扛走。哎，我是谁？我去喝酒从来没有店家叫我付过钱，真的假的？告诉我，这是谁？可以讲。还有一个艺人，哎呦，快快快快，我就在前柜唱歌，然后就我需要付吗？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！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